钟情大德宾陀罗婆罗多士娑婆教士为末法人作福田愿受我取以此住持大德宾陀罗婆罗多士娑婆教士为末法人作福田愿受我取以此住持大德宾陀罗婆罗多士娑婆教士为末法人作福田愿受我取以此住持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神，我们日中一时代表是每一个人透过日常生活，人类真正的健康是来自于呢，我们如何吃到最平衡，我们透过今天所有的食物来供养佛菩萨，供养所有亲近大海众佛菩萨，供佛所有宇宙在生命里面最重要的能量。我们也感受到我们今天所有的食物当中，就是要让我们来学习所有的酵素，还有所有的营养均衡的蛋白质啊，这些淀粉我们如何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面转为好的葡萄糖，透过微量元素，透过我们的脂肪，所有的营养均衡，无非就是要让我们学习何谓佛，就是觉悟的人，人类的意识，人类的思想，它的特别是能够将这一些食物，所有的米饭、蔬果，以及所有的营养，全部应用在我们的人体，可以创造实相世界。我们更感恩的心，我们透过食物能够慰疗行枯，这个肉体能够活化起来，就是更积极的能够汇集人类的集体意识，创造实相世界。所有的实相世界就如同我们将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天堂在人间显化，所以我们用这份的心来使用所有的食物，要让我们所有的人类群策群力，并驾齐驱，多元化的如同食物的多元化，让我们透过正确的思维，正确的观念，将所有的人汇集起来，将极乐的世界在人间显化，降临在新天新地，新的世界，新的秩序，新的人类，新的 DNA 自身。我们将九大洲汇集起来，形成新的世纪。这就是我们用这顿饭开始让人类的实相世界由我们去创造实相出来。我们再次以至真至诚之心感恩佛的教导，人人都是觉悟的佛，只要我们活在当下，我们同声开口佛智弟子十全五观在心杂化信施难消大众文庆三个正念十全五观以济功多少量比来处二纯己答案全确应供三防心离过贪等为重四正舍良药未了行枯五未成道也应受持食。我们同声开口，五倍放光。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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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供佛用餐，就是要将所有的宇宙所能够真正的都是一的清净的，所以我们也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南多玛，这叫做一个清净。我们从华严经里面要入这个华藏的玄门，一定要去除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求不得也离苦等等，这些都是幻想的，毕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比如心。比如心还在我们人体的大脑是库水，形成一个真正的专注，我们配得享用以上的食物，是因为我们可以创造实相世界，叫做无量光无量寿，一切生命源头都在光体。感恩我们以至真至诚之心感恩布施主他
盘业主，透过量子思维，将食物的例子供养大众法师及未来佛。解灾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喃达其他嗡哲利主义准提萨婆诃。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了布施，后必得安乐。半此以气，当愿众生所作皆伴具诸佛法、财法、二施等无差别，常波罗蜜具足圆满。我们感恩享用这段佛觉悟的人，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的感恩，请开动了。